多久没回娘家了？你说不带点东西吧，实在过意不去。你说带东西吧，一提到花钱，我实在舍不得。哎，吃吃饭。哎，行，这样行，老公，赶紧抓鸡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去去去去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来都来了，还要带东西啊？妈，走走走走，我去杀鸡了。妈，妈，妈，妈妈，你这鸡真的是下蛋了，杀了怪可惜的。要不先喂上，哎，那个菜随便弄点，我们吃就行了。妈，这个鸡在你家，你要天天买东西去喂它。这样吧，我们先把它买走，省得你天天喂它操心。啊？我说嘛，今天你们两个过来，怎么这么大方？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走，你们走。你这主意真好，我们不但吃了饭，还把鸡给喂了。真是可惜那两个鸡蛋了，若是把那两个鸡蛋给吃了，那就更加划算了。也是啊。